天下的家，你今天还好吗？无论有多少变化，请记得走回家。昨天对我说的话，今天还记得吗？那些句句关心话，都是对你的牵挂。去买吧，我找一个饭团。对对，今天星期几？星期五。Friday night！ 我怎么忘记？星期五有免费吃到饱的地方啦！走走走走走走走。我手机啊！手机拿！啊！好，赶快快快来！不急，我关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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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就是你说的免费吃到饱、啊。嗯，这间超市啊，每周五的下午啊，都有很多摊位会摆试吃，我们只要绕两圈就吃饱喽。就是我们什么都没买，你好意思吃啊？这还不简单？嘿，嘿，这样就好意思啊？到时候我们吃完以后，再把这些商品全部放我们架上，一毛钱都不用花，就让你吃到饱。来来，又想。我要吃，哇，还有一块，还有一块，谢谢。来，啊啊，怎么样？是太太，好吃吗？今天有大特价哦，要不要带几盒回去啊？看起来还不错啦，只是刚刚那块有点太小块哈，我吃不太出口感哦。嗯。如果你可以切大块一点的话，我们应该会考虑看看哦。啊，老婆，小朋友不是都很爱吃猪排吗？我们大宝、二宝还有三宝啊。那你看我买几个？三个好不好？来来来来，这个我比较大块，你再试试看看啦。哦，谢谢啦。来来来，我们的梅花猪排哦，口感真的一级棒啊！你在家里哦，用锅子啊稍微煎一下，保证哦大人小孩都很爱啊。你怎么还没吃啊？哦，是不是大块口感超，赶快吃啊！真的啊，很好吃啊！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好吃吧？先生，你刚刚说你要带三盒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我今天买二送一哎。哦。可是我们。没有六盒，好，帮我拿六盒，谢谢。我帮你拿，我帮你拿。疯了，你拿那么多钱吗？来来来，六盒六盒，谢谢啊，谢谢啊，谢谢，走啦，老婆。干嘛啦？疯了吗？我们吃500块哎。哎呦，不用担心啦，看着。而且我们的猪肉很新鲜，你只要撒一点盐巴就可以吃出它的美味。然后搭配叶阿嬷的泡菜，风味更棒更好吃。这样不就没事了吗？刚吃完猪排，嘴巴很腻哦。你前面有看到果汁摊，我去拿两杯果汁，你在那边等我。欢迎师哈。我拿两杯给我老婆喝喝看，她喜欢的话我再来买啊。好。人呢？
赵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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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赵月
等一下，拿去。不用打，谢谢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哎，赵月。下酒菜来喽，让你尝尝江大厨的创意料理。哦，怎么又是吐司边？哎，这个不一样，这一盘呢是甜的，撒了糖粉；一个是咸的，要配这个蘸酱汁。我不要，我觉得好难吃。好啦好啦好啦，你大小姐啦，没有吃过苦啦，不懂我们那种有一餐没一餐的日子是怎么过的。我小时候，我妈在那个面包店上班，我每天晚餐啊，就是等我妈下班带那一包吐司片回来当晚餐。啊，其实我也不喜欢吃吐司片啊，可是什么办法？如果不吃，我就要饿肚子了。所以我就在想，吐司片，可以拿去烤，也可以拿去炸。就让我搞出那种十多种创意料理哦，我还出去外面摆摊赚钱。试一下，试一下，这真的很好吃啊！我不要。哎呦，张小月，啊，你就看到我那么辛苦的饭上吃一口嘛，而且你这样一直喝酒，空腹这样对胃不好啦，吃一点啊，一口就好，来一口，啊啊啊啊。怎么样？不错哎，不错吧？那另外配上这个咸的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咸的更厉害啊！再一，好吃，我喜欢咸的味道。你怎么会有这个酱？啊，就我们上次吃干拌面剩下的啊。我这个超级懂得变通的脑袋不是盖的，好不好？我买的酒哎，不要喝。哎，我喝一口会死哦。小气。哎，你妈她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啊？干嘛突然问这个？他就之前都没有听文豪说过啊，所以好奇嘛。其实我也没什么印象哎，我只记得小时候，我每到一个新环境，就换一个新爸爸。啊，我那些爸爸们啊，不是很喜欢我，啊，有的就不给我饭吃。有的还会打我，我妈知道就很生气啊，因为我跟他们吵架，就没想到连我妈也被他们打，我妈也没办法，就带着我绕跑，到了个新的地方，又来一个新的爸爸，就这样，无限轮回。现在这个表情是在心疼我，我随便掰个故事就把你唬得一愣一愣，我不去当演员真的太可惜了，影帝。哎，所以你刚刚讲那么多都是在骗我。啊，你那么笨，我不骗你骗的。江恩姐，痛啦。哦，所以你说你是什么知名生态摄影师？我看都是骗人的。你如果真的那么有名的话，你这样案子超多，才不会留在这儿。拜托，这是真的好不好？
要不是因为你硬要跟我结婚，说什么要拿到巧婷的监护权，我早就不知道飞到哪里去。好啊，等我拿到那个设计费，我马上帮你买那机票送你离开台湾。哼，想得美！我本来是一个黄金单身汉，被你搞到像是身价跌停版的有妇之夫。我跟你讲哦，你答应过要帮我还巧婷1000万，我江仁杰是不会做白工的。你以为随便买个机票就可以打发我？哪有那么简单啊？而且，你舍得我离开吗，老婆大人？你走开啊！我要去上厕所啊！不要偷喝哦。知道了。哎，赵月，你是喝太醉，还是在害羞啊？你脸好红，还蛮可爱的。我才不会害羞，我也不会脸红哎。哎，来过来，你牛肉给我。你那个1000万，我还不了了。不过我还是可以帮你买一张机票。如果你不要，那就算了。你不用担心啦，再怎么说我也是你名义上的老公，我明天就出去外面打工，不会让你饿到。且搞不好我一出门，我就捡到超级多钱，我们就变成超级有钱，这不是很好啊？谢谢你，你这个无可救药的乐观。不乐观哪能活到现在？是我搭档的栏目人选筛选好的，你看一下。有多找几间经纪公司提人选吗？有，我们总共收到100多个人，最后筛选出这10个。看起来还不错哎。怎么会有乔凡？是亚伯送来的吗？对啊，而且我们大家投票最高分的就是乔凡。他都没有跟我提这件事，应该是亚伯自己私下推的吧。星星，我问你啊，你觉得乔凡适合吗？当然适合啊！乔凡不管是脸蛋、身材还是气质，每一项都是满分，而且他阳光健康的形象，100%符合我们新运动的品牌定位。哎，这不是我一个人在说的，是大家都这么说。总监借我一下，你看，他们两个要是能够站在一起拍照，哦。那个画面一定超棒的，到时候我们的新运动一定会大卖。而且我要是男模的话，可以争取到跟原著的这种顶级大咖合作的机会，我一定抢破头都要争取的啊！可以把这种经验写在履历上面，到时候整个模特的事业生涯，不止，整个人生都会大放光彩。你也太夸张了吧？不过。跟原著儿搭档的模特儿，我要再问问看 Ellen 的意见，所以人选的部分你再让我思考一下。你先出去忙吧。好，那你决定好再跟我说。嗯。星星说的没有错，能跟原著儿合作，对乔凡的模特儿生涯是大好的机会。
现在我们拍到了万波百货集团执行长刘以阳进的饭店，接下来就等今天的女主角出场啦。哎，你怎么那么确定袁初娥跟刘以阳会来约会？等你在这行干到跟我一样有个名号，我就会发现你身边莫名其妙会出现一堆线民来跟你联络。我们今天如果拍到他们两个手牵着手进了饭店，开了房间，我告诉你，这照片就值钱了，欧元、美金都等着我们赚。哇塞，学长，你真是狗仔之光哎！我还记得8年前我刚当狗仔的时候，第一个跟的对象就是当时的超级名小说家孟克怀。后来我还跟他当了好朋友，我还见证了克怀公主跟快乐树那段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。孟克怀，你知道吧？啊。算了啦，你那时候应该还在喝奶。反正呢，我一开始啊也很不想当狗仔，后来那出版社的社长好心帮我出了几本写真书。国科，你还出过写真书哦？不是那种写真书，是我拍的人文风景的那种写真书啊。哇，但。后来景气不好，书也没卖几本，出版社就倒了。我为了要讨生活，我就重操旧业，又回来当狗仔了。国哥，你真是我值得学习的对象。啊，反正做这行啊，就是起起落落，人生呐。哎，袁初娥好像来了。你到台北了没啊？找个时间碰面，我们聊一下新华的代言，尽快跟我联系哦。你今天真美。我好想你哦。我也是。上次在伦敦太匆忙了，今天要好好补偿你。我特别点了你最爱吃的松露薯条，来配酒。连酒都提前醒好了，你今天赶时间吗？我爸过生日，有个商场的朋友要帮他祝寿，要我作陪，我又不能不去。所以我说嘛，约在国外见面多好，老头子离得远远的，就不会有人打扰我们。易阳，嗯，我决定不跟经纪公司续约，准备回台北长期定居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想要退休啊。好啊，你想怎么样我都支持你，但是不一定要待在台湾吧？我在新加坡的五级芝麻还有一间别墅，你去住，我有空就去找你。又想送我出国深造，我就不能留在你身边吗？事情不是你想的这么简单。我爸打算明年交棒，他现在正在观察我。我后妈整天带着他儿子绕着他团团转，如果我出什么状况，他们马上就会抓着穷追猛打。万一我一无所有，拿什么娶你？
不开心了，再给我一点时间，等我把经营权拿到手，我一定好好补偿你，好吗？原作出来了？还没啦，我是在想哦，光拍到他们两个一前一后进饭店，这照片不够力。我觉得一定要拍到他们两个手牵着手一起从房间走出来，一起上车，这照片才值钱。对，最好还可以用到他们睡过的床单、用过的卫生纸，然后……你那么厉害，怎么不去当征信社啊？你拿人家用过的卫生纸要干嘛？要照片，照片才值钱，懂不懂啊？懂。我看我们还是进饭店找时间偷拍好了。偷拍。来，相机拿着。场地啊。干大事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。你刚刚来的时候有发现有人跟你吗？没有啊，我很小心哎。上了计程车来到这里，都没有人跟着我啊。楼下柜台说有狗仔，应该会在大厅堵我们。时间来不及，我先走了。可是你现在下去，我是刚好会被他们拍到。没办法，这个饭局我一定要去。你晚一点再走，我们不要一起被拍到就好。还是我先去引开他们。你没事出现在饭店，你爸多少会怀疑。我被拍到无所谓啊。你千万要小心，千万不要被狗仔拍到。这个时候，我真的不能有任何花边新闻。放心吧。电梯在下楼，有可能是他们两个。相机给我，快点，快点啊你！B 1刘洋的车已经在地下室等他，走楼梯。喂，我现在是送外送啊。今天生意还不错哎，等一下还要送好几家。喂，拜托快开车，有坏人在追我。叫你拿个相机，你也拿不好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国哥他刚刚就卡住了，卡音啊卡！哇，我的人生怎么那么悲惨啊？怎么会找一个这样的人来跟着我啊？小姐，附近应该已经安全了，要不要我带你去警察局报案啊？不用了，谢谢。这是超前。不用了啦，又没有多远。就算是计程车钱，顶多也才100块，你给太多了。没关系，不用找了。不行，既然你坚持要给，我也坚持一定要找你钱。抱歉，我零钱刚刚都找给上一个客人了。你就收下吧。小姐等一下，
这是我开的咖啡厅 ，Miss 咖啡，我叫乔凡，欢迎你和你的朋友来我这边喝咖啡。如果你有来的话，提醒我一下，我把该找你的钱找给你。你好面熟，我们是不是在哪里碰过？喂，我回到家了，你那边怎么样啊？我刚离开饭店。狗仔没有拍到你吧？应该没有。那就好。我看我们最近还是先避一下好了，狗仔盯得那么紧，没有必要冒险。那我回台湾还有什么意思啊？还是你先回伦敦算了，我月底要去荷兰开会，开完会你都这样讲了，我能说不吗？好了，你别生气了。到伦敦打个电话给我 ，OK？ 嗯，拜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小心点哦，谢谢光临，慢走。哦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，今天生意这么好，白天到处外送，这么晚又有人来买外带。嗯，因为我早上在开店之前，先去附近的路口发了2个小时的传单。哎，我发现蛮有效的，刚刚那两个人就是看到传单来的。这个啊？嗯。你怎么会突然想去发传单？因为上次跟你聊过之后，我想了一下，我发现自己真的太不积极了。就算不想开连锁咖啡厅，至少要把这间小店的成绩顾好。而且说过，要给你安全感，我就要说到做到。发传单只是我的第一步，第二步是延长我的营业时间，多赚一点钱。那模特的工作呢？你不做啦？还是要继续做啊。只是最近找我的 case 真的有点少，模特工作就是这样嘛，蛮现实的。年纪到了又没什么名气，就只好慢慢淡出了。那如果我是说，如果现在有一个很好的工作机会，你想不想试试看？你要介绍工作给我吗？现在新华跟 Allen 有个计划，我们想请圆珠儿做新运动的代言人。哇，国际名模圆珠儿，哎，还蛮大手笔的哦。而且我们还要找一位男模跟他一起搭档拍海报。现在很多经纪公司都有提人选，亚伯提的名单里也有你。奇怪，亚伯要做什么事情之前都不先跟我说。怎么样，有没有兴趣？想你了，我真的。现在新华跟 Allen 有个计划，我们想请圆珠儿做新运动的代言人。哇，国际名模圆珠儿，哎，还蛮大手笔的哦。而且我们还要找一位男模跟他一起搭档拍海报。现在很多经纪公司都有提人选，亚伯提的名单里也有你。奇怪，亚伯要做什么事情之前都不先跟我说。怎么样，有没有兴趣？你希望我去吗？我又不是你，问我干嘛？因为我的未来有你啊，所以我想要听听你的意见，当作我做决定的重要依据。
我的意见。嗯，我觉得这对一个模特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工作机会。如果我是你的话，我会努力争取。而且就像你说的啊，模特这个行业又不能做一辈子，但我还是希望你可以留下一张耀眼的成绩单，有一个漂亮的 ending， 总好过什么慢慢淡出吧。说的也很有道理，而且也可以赚到一笔酬劳，就可以把它当做咖啡厅营运的资金。By the way， 现在预算拉高了，所以费用不低哦。哇，这么棒，面子里子都顾到了。好，我听你的，我会努力争取。哎，先讲好，我是不会偏袒你的。最终人选我还是要跟人讨论之后才能决定的。但是你对你的男朋友应该很有信心吧？对吧？我是有那么一点点信心，就那么一点点。好啦，这么一点点就够了啦。好啦，我谢谢你替我想那么周到。为了答谢你，我就做一份专属于你的 VIP Bagel。Bagel， 我好饿。那你赶快坐。这个时间呢，就留给 VIP 的你。我去关门。请进。总监 ，Alan 到了，我已经先请他去会议室坐。好，我忙过去。好。能不能中选，就看你们 Alan 的缘了。就他了，就这个叫乔凡的男模。要不要先找他来碰个面再决定啊？上次签约的时候不是已经看过他了吗？而且他不是你的，这次我没说错了吧？我上次就觉得他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类型，阳光男孩，他来跟朱儿配绝对是 perfect match。是陈总监，你想要藏私，不想让他曝光啊？没有，我完全尊重你的意见，那就决定是乔凡喽。太棒了，我们行销部也一致认定他是最佳的人选。既然男模已经决定了，那助人那边呢？什么时候能跟他见个面，谈下合约？他刚到台湾，有很多事情要处理，所以。他还没回我讯息。你的意思是说他还没有决定要跟我们合作啊？那如果他不接代言人，我们不就白忙一场了吗？ Alan， 以防万一，我们要不要先问问看其他名模有没有合作的意愿？ No， 不用。凭我跟朱尔的交情，他一定会接，只是再给我一点点时间让我来搞定他。这张给我，我现在就拿这个直接去找他谈。等我好消息。乔，回来了。怎么样？跟你那个同学林正元拿到尾款了吗？哇哇，带！哇，你这同学这么爽快，现金哎！啊，这里面有多少？这里面有五万块，是我从银行里面领出来的所有存款。怎样？银行？不是啊，你不是去跟他拿尾款吗？被你说中了，林正元跑了。也就是说，你所有的积蓄就是这五万。啊，不管我们省不省吃俭用，五万块，你们就撑两个月而已啊。不到两个月，还要还房贷。
只剩2万。房贷那边你会去跟银行协调一下，就先不要还了，不然哦，这个房贷缴下去，我们真的活不下去了啦。刘小姐，啊，唔通今日要我工钱，啊，打电话予你啊，拢无爱接。阿坤生，歹势啦，尾款我也还没有拿到。啊，阮只工班是你叫的，啊，自动来找你客啊。是的啦。阮只拢是做粗重的艰苦人啦，啊，你安尼阮是要哪生活啦？阿坤生。交我500块啦，剩下的我再想办法了哈。等一下啊，阿根塞，等一下。啊，张有月，啊，你把钱都给他了，我们要吃什么？吃大便哦。人家都找来，我有什么办法啊？不是啊，你刘小姐啊，我们要给你担点钱呢。阿根塞，来，这个钱哈，给你。啊，可是哈，你可不可以拿25000就好？剩下的尾款我之后再一起给你，好吧？5万我就嫌少啊，上面2万哦，没用的啊！不是不是，阿坤仔，你要知道哈，这真的是我们全家唯一的积蓄啊！啊，如果这全部都给你，我们是真的要吃土了啊！不然这样，留个2万给我就啊，1万就好，1万就好，好吧？啊，没用的，是没用的，好，你来加油啦！我的腰，哎呦！打119，救护车，好痛啊！送我睡了，这个你靠辛苦你啦，阿春哦，未干快过来去啊！我拿这个医药费一定很贵啊，5000块一定不够啊！怎么会？你哪里不舒服了？死定了！你没事？当然。我随便挨个几声，哦，5000块，轻松入袋。我的演技怎么会这么好啊？是说5万块变5000块，那这下怎么活啊？难道每天要去超市吃免钱吃到饱？啊！哎，对，去跟你大哥借。你爸不帮你，你大哥一定会帮你啊。不想要麻烦别人啊，我再去银行问问看，看这间房子能不能二胎贷款。哦，你白痴哦！啊，贷款是不用还哦，到时候还不出来，房子被法拍，我们是要住哪里啊？该不会又来讨债了吧？想你了，我真的。跟你大哥借，你爸不帮你，你大哥一定会帮你啊！不想要麻烦别人啊，我再去银行问问看，看这间房子能不能二胎贷款。哦，你白痴哦！啊，贷款是不用还哦，到时候还不出来，房子被法拍，我们是要住哪里啊？该不会又来讨债了吧？哎，不行啊！你先想一下。你还要欠谁钱？还有窗帘的钱没给。见到你了，哎，你那行李箱怎么回事啊？你不是刚回来又要走了？对啊，我明天就要回伦敦了。哎，你跟他吵架了？哎，
你号称第一名模，哎，要什么男人你没有，你偏偏选一个啊，刘易阳。你跟他在一起十年有了吧？哎呦，没修成正果就算了，每次他说不要见你，你就真的这样乖乖飞走了。哼，要是我 ，Who cares？ 我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在他面前晃啊晃，看他能够忍多久。好啦，不要讲这些了，说些我不知道的吧。好，不说不说不说，我看你们特别准备了好东西。咸酥鸡，一见面啊就准备你最爱的。你看我多有心啊，还敢不回我电话？嗯，谢啦。你要是真的想要谢我啊，就留下来接新华的 case， 我传给你的资料你都看过了吧？看了，可是我现在暂时不想接工作啊，而且我明天都要回伦敦了。袁珠儿，你能不能先把感情的事放一边，好好想想自己啊？你跟经纪公司解约，大品牌代言都断了，你有没有想过你之后该怎么办啊？模特这一行，年纪越大，机会越少，不是吗？不过没关系，我已经找好跟你搭配的男模了。他是我这几年难得见到的优质面孔，又是很有气质的咖啡师哦，还有他的线条身材，你一定满意。可是我又没有接过运动品牌的代言，我觉得跟我形象很不搭哎。所以这样才会让人眼睛一亮啊！啊，你每次拍反复弄一样的东西，多无聊啊！况且，这次是我出手设计哦。哎呀，亲爱的，反正你回伦敦也是苦苦的等嘛，对吧？那不如留在台湾工作，男人啊，就是要时时刻刻的出现在他眼前。要不然早晚被别人勾走，嗯？好了，我还有事要忙，你考虑清楚，尽快跟我讲哦。嗯。等你好消息哦。乔凡，这是我开的咖啡厅 ，Memphis 咖啡。我叫乔凡，欢迎你和你的朋友来我这边喝咖啡。如果你有来的话，提醒我一下，我把该找你的钱找给你。糟了糟了，该不会是梁要钱的吧？总算找到你了啊！Wonderful, wonderful！ 我就知道你不会让我失望的。袁珠儿愿意跟小凡搭档 ，OK 了。时尚圈每一秒都是钱，没有人要跟你这样浪费时间。那么激情，珠儿跟乔凡也太有化学反应了吧？过去都是过境迁，想你了。
就还是回到那原点。